电黄不十点，连续十一小时为玛嘉烈公主癌症中心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佢哋最急切嘅项目，包括为智能癌症护理计划紧急筹款筹募经费，让癌症病人可以安坐家中，即可通过电话同视频合理运作，保持安全距离。加拿大中文电台玛嘉烈公主癌症中心直播筹款大行动，群力群赞支持智能癌症护理计划。梗係啦，呢段時間咧，我都不知幾感恩啊！見到出面咁大雪咧，車都唔使開，可以又安坐喺屋企入面咧，去慢慢做節目啊！或者點樣辛苦你啊？你翻屋企嘅時候都要小心揸車啊！係，大家都要小心揸車嘅。咁今日呢場雪咧，將會睇到咧，係即係整日都會落，咁同埋咧就唔會話即係話一段時間完全係即係好似出太陽，暫時睇到咧，今日都係少啲嘅陽光，間中有陽光啦。咁同埋咧就因為今晚都會落雪，所以聽日咧星期三早上嘅交通咧要特別留意嘅。其實咧過咗 Black Friday 啦，過咗呢個美國感恩節啦，跟住亦都過埋 Cyber Monday 啦。今日係 Giving Tuesday 嘅，由2011年開始咧，美國芝加哥一個非牟利嘅團體咧，就係成立咗呢一個叫 Giving Tuesday。原因就係話大家買嘢買得咁開心，過完感恩節，但美國人嘅一種嘅節日之後咧，應該咧都知道咧就係物質需要需要，咁所以咧就有呢個 Giving Tuesday 嘅呢個成立嘅，咁已經係9年，今年係9年啦。我發覺不耐又開心嘅，因為由 Black Friday 到 Cyber Monday 咧，有幾多個減價。雖然有啲朋友咧，的確係買平啲嘅時候，可能會買翻啲自己嘅智慧產品啊，唔係淨買俾自己嘅。但都係發覺咧，就算嗰啲同你係好熟悉，你都係貴咗佢哋嘅人，始終都係同你有關係。你會對一啲完全係冇啦冇啦嘅人咧，唔開心嘅。咁咧，點算咧？正正就係呢樣嘢。呢個都成立咗9年嘅時間，加拿大今年係第8年咧，就係、是。嘅一個慶祝嘅，咁當然咧，加拿大人咧都係好有善心嘅。我發覺咧買嘢當然開心啦，尤其是哇減價喎，但係有啲嘢咧你做咗咧，嗰種嘅快樂感覺咧可能係好短暫嘅嚇，即係咁當然買完擺咗喺屋企咧，就好似變咗成一種開心就開始咯，我又有啲嘢想買啦。咁但係咧有啲嘢你做咗錢錢咧，嗰種嘅快樂咧係持久好多，你都會覺得自己咧即係能夠幫助到別人咧，嗰種嘅自我感覺良好咧係同買一件物件咧。Gracias.
少嘅時間，可以透過 Facebook 啦，可以睇到我哋三位主持人咧就身軀嘅模樣啦。咁另外咧，去到間少少同不同嘅同事咧，就會跌棚咁，直至到下晝咧要重點推介啦。4点到6点啊，將會有一個武術嘅音樂會，今次阿 Sir 咧將會帶領一班嘅男同事啦，為大家咧指出佢哋嘅運身解凍啦，咁亦都會有現場嘅演出啦，展示家。就課嘅安排嘅，咁令到大部分咧有啲嘅大多倫多地區嘅教育局咧，都會採取一啲新嘅上堂嘅政策。即係呢個新常態咧，可能為好多嘅小朋友嚟講咧，就可以咧，就算喺屋企入面，因為始終啦，嗱，雖然依家我哋見到咧，可能喺我哋華人圈子入面咧，有不少嘅小朋友咧，都已經選擇咗網上面上課噶啦。咁但係有啲咧，仍然係會去到學校嗰度上課。以往嘅冬天咧，當你校巴一唔運作嘅時候咧，除咗係父母擔心之外咧，咁啊，如果真係選擇唔車佢翻學校咧，小朋友就無端端放多一日假噶嘛。咁但係呢個新嘅安排咧，就可能會令到啲小朋友，就算你話只都係翻去學校嗰度上堂咧，但係喺落雪冇校巴嘅日子咧，你都係要揾辦法去上網上堂嘅。以前嚟講咧，見到約克區啦同埋便宜區嘅佢哋嘅公校教育局咧，同埋天主教教育局咧，就將會有個咁樣嘅新安排。反而就係等待咧，多倫多嘅公校同埋天主教教育局咧，會唔會相繼後發展？係啊，便宜區嘅教育局咧，亦都已經改變咗光線日嘅上課嘅政策啦。咁就因為咧，就如果校巴係因為天氣影響，暫時咧係或者叫做停止服務嘅時候咧，學校可以繼續咧係叫做關閉。不過學生咧就要留在家中咧，網上上堂同埋網上學習，咁啊唔會因為降雪或者天氣惡劣啦，而錯失咗呢個上堂嘅機會。係啊，因為始終今年嘅冬天嚟講咧，我哋都唔知道究竟有幾多日落雪啊！你話如果有得咧，三五七日咧都係咁樣，突然間係因為多雪嘅情況而令到校花唔能夠運作的話咧，對於小朋友已經本身咧，你諗下上課嘅學年咧，其實佢哋少咗幾多日翻學咧，要去追翻個課程都好辛苦啦，仲要少埋嗰幾日，咁咧變咗有咗網上嘅輔助咧，我相信對於好多小朋友個學習進度咧，應該可以保持翻㗎。應該可以保持翻㗎，我哋都希望大家咧，即係知道12月份咧，唔係淨係我哋諗起聖誕節㗎。其實仲有好多嘢我哋都要即係做好準備，當然聖誕節係一個好重要嘅主題啦。咁但係譬如話係籌款日啦，跟住嚟緊我哋有電台舉行嘅需要流星嘅圍堵東北歌唱比賽啦，跟住仲有我哋嘅聖誕節一系列嘅節目啦，仲有我哋嘅 countdown 啦 ，hello。係啊。我都完全發覺咧，咁多嘅節目咧，我都諗一諗，我已經排我嘅節目表咧排到好忙，但係都好嘅，因為始終咧，今年雖然好使我哋電台，我哋會有好多不同嘅網上節目咧同大家分享啦，但係其實我哋用嘅時間都係多咗㗎。你諗下，以往一到12月嘅時候，阿 A 又叫你去佢屋企嗰度屈楞啦，阿 B 又叫你去呢個 party 咧，可能有好多朋友咧一個禮拜8日都係唔夠用嘅，但係今年就冇曬呢啲活動咧，即係可以喺屋企嗰度慢慢喺網上嘅 live 咯。會啊，咁同埋即係我自己都覺得係。即係如果喺年頭我哋疫情開始都不停咁去製作或者係即係做一啲嘅節目啦，點解我哋會喺12月嘅時候會放低自己所有嘅工作？咁係唔會啦，我哋會將佢更加係咯，應該要做多啲啦，要做多啲啦。咁同埋亦都得到大家嘅支持。呢一年咧，我哋要好好咁去即係一個叫做大家重視啊不同嘅節日一齊去慶祝嘅。不過咧，就講到喺呢個法國方面咧嘅疫情咧，都係一個即係睇到有一定嘅即係佢哋嘅考慮咧，就係、是、可能啊聖誕新年期間。會唔會有啲放寬？因為英國已經話咧，喺聖誕節呢個咁重要嘅節日咧，可以俾到佢哋一啲喺英國嘅家庭咧，多少少即係一兩個家庭可以大家有嗰個叫做聚會嘅機會，啲人數嘅限制會好少少嘅。嗱，即係喺法例方面可能會令到某些人士真係假設群聚咧，就唔會收到高票啊。但係反而我會最擔心就係、是，始終呢個世界上面咧係有三類人嘅。第一類人咧就係、是、任何嘅規矩咧，佢完全理，佢過住自己嘅生活嘅。另一類人咧就非常之守法嘅。但係就算你話個法例係比較寬鬆啲咧，佢都知道現時嘅情況唔係咁安全咧，佢都會繼續去嚴謹守法。反而如果你話中間嗰一班咧，完全
全係睇法律做事，法律話點就點咧。嗰班人士其實如果根據現時咁嘅情況，佢將群聚，佢一樣會有染疫嘅風險噶嘛。嗰班人就可能會成為咗疫情能夠惡化嘅關鍵啊。係啊，所以即係我哋都知道歐洲更加喺呢一個嘅不同嘅國家咧，聖誕節嘅慶祝咧係會更加叫做一個重視嘅程度。當然我哋北美洲都係好重視，但係佢哋就會係都睇住疫情個變化咧，而去定咧就係、是、一啲嘅安排或者叫做喺呢個嘅防疫措施上啊、限聚上啊，所有嘅安排。我哋見到香港咧，亦都係有擔心到而家疫情嘅數字有上升翻，咁啊鼓勵大家咧就係、是、少啲外出，多啲留喺屋企。咁亦都有一啲嘅叫做限聚令咧，係將會係緊縮到只係得某啲嘅活動，只係得兩個人可以參與喎。所以呢個世界咧，好似一個大循環咁樣啊！我哋細細個嘅時候咧，聽家計會嗰首歌咧，就話兩個就夠曬數，依家食飯就兩個都夠曬數啦。一家咧三口就已經有一個要坐隔離台，咁所以逼住大家咧，其實真係冇機會出街食飯嘅。咁不過佢哋有兩個人都好過我哋加拿大啦，即係加拿大你諗下有好多地方，多倫多我哋仍然冇堂食啦，甚至你話喺大多倫多地區周邊嘅城市，咁都係得十個堂食啫。咁啊，所以變咗一間餐廳，如果你話好大嘅，基本上十個坐喺入面咧，真係有種空溜溜嘅感覺。係啊，香港咧就由即係今日咧睇到第四波嘅疫情咧，就係、是、增加咗確診嘅數字82宗，咁亦都變咗咧就嚟緊有更嚴格嘅防疫措施啦，限聚令咧收緊到兩人為限，咁所以如果你咳嗽嘅話咧就冇問題㗎，咁但係關閉咗好多嘅公共娛樂場所啦，咁同埋喺嚟緊咧就係話呢啲嘅個案當中咧係有幾多係即係叫做由境外輸入啦，本地嘅個案有幾多？今次就睇到本土嘅個案咧，比例有72宗啦。係，但係當你發覺咧，香港嘅個案入邊咧，仍然好多源頭不明咧，呢、這個就最擔心嘅。即係當你發覺有咁多人，你希望查翻究竟喺邊度嗰個疫情會擴散，突然間話源頭不明，即係點樣嚟咧？但係好似並唔係話唔知點樣嚟噶嘛，只不過可能有啲不可告人嘅秘密咧，令到要用源頭不明呢四個字咧嚟去概括翻成個情況咯。嗱，地方餐廳大偉標行特約代理勞力士標標陀標，位於丹丹馬卡180號 Enterprise Boulevard 嘅拉地方餐廳，由歷史悠久嘅大偉標行經營，係你信心同信譽嘅保證。嗱，地方餐廳大偉標行疫情期間，星期二到六早上11點至下晝5點營業，敬請預約餐館選購。查詢電話905-7719-111 勞力士標同大陀標係你嘅名字。2020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最想见小姐随俗竞猜游戏，最想见小姐兼自尊赞助 King's Cross Hunting 强力秀发奖兼钻石赞助美元发彩染发系列钻石赞助加拿大专业门窗公司。巩固家人的健康，家居設備中心理想之下。